很神奇的蜜蜂在宫庙，市区的宫庙筑巢。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各位介绍的是比较特别的，在台南市孔庙南门路孔庙对面这边有一个府中街，这街道走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间宫庙叫做永华宫。永华宫最近呢，这边有蜜蜂在这边筑巢，很特别，带各位来看一下。很特别哈，这个蜜蜂在这边筑巢，代表怎样？里面一只女王蜂，一定有一个蜂王在里面，所以说它们会在筑巢。可是呢，对庙宇这里来讲呢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就是，那它在这边呢，基本上它也不会去遮这附近的人，很特别，给各位看一下。蜜蜂在这边筑巢。这附近也正好是台南机场哦，飞机起飞降落的航道的底下，所以说会有飞机飞来飞去。好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位在哪边呢？位在我们台南市。这边走出去之后，就是正前方那边就是府中街。那府中街呢，未来的时间会改造，会一个文创的地方。大家期盼7月份之后会改造。好的，以上是 DJ 阿周在我生活遇到的东西，介绍给各位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，同时开启小铃铛。有你的订阅，有你的分享，我才有拍片的动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吧，后会有期。